继最强大脑暴云质疑王一木作弊，其为喊话暴云不要阴阳怪气。节目组发声明澄清，魏坤林支持节目组，郭采洁力挺暴云，暴云发长文解释。水哥王玉恒发声后，魏坤林三号发文指责暴云作弊，有拉群透题、请求队员放水等行为。文中表示，我相信正义和真相迟早会来，即使现在全世界的风向都往一边吹，我也要站直。如果有我本人透题操纵比赛的证据，欢迎呈现出来，我欢迎大家的监督。另外，不要用 P 图等下三滥的手段，有话就说话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